原名叫鄭耀聰的鄭嘉莉 Ellie 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，四年前她在泰國完成變性手術，剛剛入圍2018年的國際皇后小姐大賽，下個月將會同全球27個國家或者地區的佳麗競逐後冠。國際皇后小姐大賽呢，其實我是很小的時候聽過，我第一次聽的時候就是真的很小的，那年就是我知道是阿佩拿了冠軍的年，是2004年。第一年呢，我記得有新聞就很熱烈地報導，就是日本09年的日本的選手春菜愛呢，他就拿到冠軍。我覺得那年令到我是很振奮，因為是第一次是以亞洲非以在亞洲國家裏面呢，不是泰國，除了泰國之外，第一個國家是拿到這個Miss International Queen 的冠軍，我覺得是令到我非常感動的。同時亦是因為那年就是我重新要出發啦，即是重新去認識自己啦，就是去面對自己有這個性別認同障礙那一年，所以就Miss International Queen 一直都是我心裏面一個很重要的位置。咁點解會係今屆好啦，決心要去參加，同埋而家入咗圍啦，入咗決賽啦，心情會係點樣咧？其實點解會今屆咧？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因為好似阿佩啦，我哋第一屆嘅Miss International Queen 冠軍啦，咁佢非常之成功啦，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我哋變性人嘅女仔係點樣噶啦。咁同埋入到圍真係覺得好開心、好感動，因為終於可以代表到。可以很開放地公開地跟大家這樣說我是變性人，我很自豪自己一個變性人，這樣去參加更加是代表著自己國家地區，就是令到我覺得是很開心很興奮。為了備戰今次的選美， Ellie 請來澳門多位星級導師指導，務求以最佳的外形和才藝亮相決賽，其中她邀請了澳門的著名魔術師 Louis 指導她，希望當晚她可以憑著這個表演令到自己脫穎而出。這裡有四隻啤牌，全部都是女兒，但其中一隻就是面對著你的、okay。 好了，現在我就讓你去選擇，你大家都知道咧，啤牌咧係有紅色同埋黑色噶嘛，咁你會揀紅色定黑色？紅色。紅色。係。唔轉。唔轉。你可以轉嘅喎，講真嘅喎，你轉紅色就得，黑色就得，冇所謂嘅。唔轉。stay 係紅色 ，OK， 冇問題。咁紅色入邊咧有階磚同埋紅心，揀邊個？階磚同紅心，階磚啦。揀階磚係咪啊 ？OK， 好，非常好。嗱，頭先我講過咧，呢度有四隻啤牌噶嘛，四隻都係女嚟嘅。其中有一隻咧，就係反轉咗嘅，而家牌背向住你噶啦，係咪先？好，大家睇下啦，你揀咗街磚女係咪？係。各位觀眾，淨係得街磚女咧，係反轉咗嘅啫，係嘛？係喎。噠噠